但他小炮应该还是 AD 啊，小虎的小炮不可能玩得起。那你让侠去哪呀，大哥？他只能去上路。哦，对哦，他只能去上路这小炮。我说的是我肯定会搬小炮，真的。哎，必搬小炮。能不能这样玩啊？就是打团，小虎先在后面挂着，然后侠让嘎啦玩一条命。然后侠死了之后先暂停，然后嘎啦坐到小虎那儿继续玩小炮。呵，这个是 RNG 的。想说啊， RNG 长得就像那种自有办法的。对，看这小炮是谁，换个人不好说，但是是小虎的话必能解放他。其实如果你把这小炮遮住的话感觉就还好。对，你把这小炮遮住阵容确实还行。好吧，但是你把那小炮打开了，我跟你说，只可惜这个小炮是拿炮的。如果这个小炮是拿盾的，那个 RNG 阵容就很行。如果是盾形态小炮 ，RNG 的阵容就 不是锤形态吗？对，锤形态小炮就没问题。嗯，正好，兄弟们，我靠，怎么还有灰旗的人呀？哇，玩灰旗的吗？这个热血家的牌面吗？玩热血的，哎，兄弟，这小虎出门装是不是太装逼了？感觉他这个出门装被大耳 Q 两下，他就结束了，对线。应该是正常的吧？哎，哇！直接放野。说实话，这种给我来讲，我是真的接受不了，很无语的行为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无语，直接放野。感觉只有小虎能这么玩了。我还有一个人。不，那个人没打野。对，那个人没打野。那个人没打野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没打野。对，那个人没打野。那个玩的更好的没有打野。对，感觉那个人很想让自己队友看一下 RNG 比赛。对，真的想，说实话。很想让队友学一下。看一下你们看一下，再吗大爷，再吗，看一下学一下，这样好打，这样好赢。哎呦，但是圣枪哥是真的油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我、哦、已经吃药了，那没事了。别舔。已经吃药了，那没事了，我还以为没吃药呢。说话给大家回神，兄弟，然后去下半野去刷河线。不行，要蹲。对，应该是有了解的，先蹲一下，得蹲一下。上半场这波线吃完吧，我觉得。对。回了吗？还不如直接回，还不如刚才直接回。哦呦，这都炸到了，这 E 范围太大了。确实。乖乖，小虎。就是感觉小虎如果聪明一点，他就可以利用心理战去打了。就是现在所有队都知道他队友要保他，然后他就可以玩的特别装。然后实际上他后面没人，他现在都可以这么做的，只要自己家打野没漏的情况下，奥拉夫绕到后面了，直接闪现，直接闪现过 EW， 闪现先定住。哇、哦、这里嘎啦要把自己卖掉了呀？对，没办法了。是的，这一波 Miko 打的真的牛。他是先闪现 E， 然后再 W 踩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换了波血呗。过的。哎，小虎。哎。啊？那这边那好像也怒气攒不回来啊，这里。对，攒不出来的。再一个 QA， 真的假的？哇，这线直接放回来。虎哥，你吃，线帮你卡回来。这波小虎，哎、哦，只能说赶了巧了。这沙皇正好升六了，不然这波小虎好像呈现一波精彩单吃。而且这波纳尔怒气不好，这波纳尔怒气稍微好一点，人马都不敢这样继续打。经典。哦，这一波史成明到位。死了呀！这啥炮啊？So easy！ 天哪！这上路又打开局面了，就莫名其妙的，就你也不知道为啥上路局面又打开了。你看那个侠在干嘛？你看一下那个侠在干嘛？我看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？玩这种的吗？讲实话，弗兰度都顶不住，是我真没想到的。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哥们，这公司上班吗？打卡吗？来了，这里沙皇位置很烂，然后又被人马卡住了，一技能直接被卡了，完了。那这里人马应该不准备跑了，直接把自己卖掉。那这里把你人骗过来，我下路就下了法语了。啊 ！RNG 还把先锋给吃了，小 boss 他一会儿直接去哪就发哪路。玩的这么 gay 吗？哎，讲实话，弗兰度真的就是弗兰度这个人，他在整个 LPL 的上单里面已经算是那种玩聪明的了，就是玩的很油了。这个人，对，这么油的人都没顶住。我有点接受不了，我也接受不了。这样一想 ，biu biu 这么厉害的吗 ？biu biu 上单的天花板 ，biu biu 小虎永远的克星，打虎英雄。biu biu， 我操，他怎么能够在这种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呀？不知道，建议各位 LPL 上单直接把自己游戏 ID 改名武松。好吧，建议改名武松，改了武松必虐小虎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太赖了。这他都给他 A 了塔，那个纳尔只能在后面看。不是，这怎么玩呀，兄弟？不知道。讲实话，哥们也是玩过上单的人呀，那没受过这种委屈的呀。说实话，讲实话，我们两个现在上去和小虎打一把，我们现在应该在高地挂着。二塔应该就没了，早就没了。我操，真没受过这种委屈啊！讲道理，不知道他这个太赖了。哦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有闪的呀，这纳尔。啊？听说你有闪？哥来教授，什么叫未来守护者？这玩游戏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到底？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好看着好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，我看着完全不能够理解，你知道吗？等炸了再出来，但是没用啊！这里先锋放下路，下塔又没了。他俩回了吗？一起吃吧，兄弟，孩子一起吃。嘎拉，别走啊！太饿了呀！哎呦喂，在干嘛？不是，资源都给小虎，等会儿他送一波怎么办啊？肯定要分着吃一下的，这种。这都不来吃吗？你是 AD 呀、啊，嘎啦！不是，他现在十三分钟两件套，怎么玩呀？那无限火力十三分钟两件套吗？不是，怎么感觉看的人好生气呀、啊？说实话，我知道，不是好离谱啊！这怎么能玩成这样的呀？说实话，我来了，忍杰打这两人。你还要把下面这个放出来，是在恶心谁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忍者族去打狂风加绿叉？哎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 ！Nice， 小虎。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在跳舞。我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。我觉得吧，现在应该是没有一个队伍不知道 RNG 是这样玩的，真的没有一个队伍有一点办法吗？不 ，BLG 有。哎，讲真的，如果真的我是那些战队的教练的话，我必不耻下问，直接找那个 biu biu 问你是怎么做的。我真的不耻下问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懂就问，学海无涯这个世界就是真的学海无涯。直接加好友，直接问。对，直接问你是怎么做的。然后 biu biu 来句问号，不是很简单吗？问号啊，不是怎么镜头给他，他就在吃东西啊。吃完也去直线啊？回家无尽了呀？十九分钟三件套，鞋还是攻速鞋？我只能说江城路表示队友看一下 RNG 的比赛，真的看一下，认真学习一下。那 Rookie 就在看 Crying 的每一步动作，然后说：“哇，感觉他玩的好简单啊，好轻松啊！如果我也是这样就好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昏头了，兄弟！了完了呀！
哎，小虎，小虎送了。兄弟们，该换了，该换了，让小虎去玩侠吧。该换了，该换了，该换了，兄弟们，真该换了。小虎钱打够了，也爽够了，让嘎啦玩吧。这小炮让嘎啦玩，讲实话，应该刚才那一波 EDG 就结束了。哦，哎，不换了，不换了，不换了 ，nice。怎么感觉他好简单啊？玩游戏。确实简单，兄弟，你三件套打别人一件装备，你也觉得简单。看到没？小虎点了信号，那个草丛有危险。人马直接奔跑过来，我来我来，没有危险，里面宣传完毕，里面没有危险，报告长官，没有危险。我来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，你看，我来，没有危险，快快接着胡歌，没有危险。还能再撞一下，别怕，我来。哇，不是真这么简单吗？兄弟，哎，这里终于要开，但是开不了啊，完全没机会啊，真开不了。你闪现的话，对面是侠，闪现过去的侠直接漫天飞雨，侠有这边嘎啦有闪有闪有大的，根本就开不了他。坏的呀，这！哎，闪现！哎，等会儿，欢迎这波被秒了，但是说明这边一个闪很漂亮。小虎收割了呀，这波闪的来啦，小虎再跳 W 草了，再跳一下，玩的好爽啊！疯狂晕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优势那么大，但是玩的很笨，感觉。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笨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给人的视觉效果不像那种巨肥的人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，22分钟吗就没了，哇，好开心。呜，这把在想，哎，老子表演的操，送了一波，烦死了。